超市你有什么忌口的？没有忌口。有什么特别喜欢吃吗？三文鱼比较喜欢吃啊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真的没有。那我就出席他，你试试看吧。口感比较有嚼劲的，可以吗？谢谢。那个还老虎斑，你是说普通话的吗？放老虎斑里。这是西瓜，上面给你加了一个日本柚子。它是黑海盗的翻译杯，上面加了一些。应该今天。
就是阿吉，就是小西鱼。旗鱼吗？小西鱼阿吉的。不要说出去了，真的好感动。这个好甜哦，其实这个是打一个非常好吃的糖。好，这个建议拍一回就好了，要不紫菜又软。好。日本的青鱼，金刚扎下去了，看到吗？这个青鱼呢是没有腌制过的，它是用回来熟成了两三天，就是将里面的蛋白质。这个黄黄的是什么？这个是醋蛋。醋蛋。对。就是把它捣碎，把蛋捣碎吗？对对对，是用那个调了一个醋汁，然后和那个蛋去慢慢去炒。这个、吃好。等一下，师傅又给你画个图，告诉你。先不用拆，先吃。你吃了才能感受到，其实它是什么。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去鱼来？你这边选的主食是绞切鱼生汤吗？嗯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个是池鱼。就是刚刚那普通话不标准的那一个。所以里面这个食鱼是只有一种还是两种？这里面鱼吗？嗯。哦，这个有三四种。三四种的鱼。对对对。
特意给您加了一些金枪鱼丝。哇！难得你跑到深圳来找到我们这家店吃饭，都是一个很有缘的一个机会。这么晚了吧？我想起那个今早的施工，我们还有个去什么呀？去饭。啊啊！我在那搞食。呢个食啊？呢个食食咩？哦，即系我讲话佢呢个佢如果你冇查，但系佢呢个查。